谢谢主办单位。那么今天是我人生的才开始。你就知道我今年几岁了。18岁。哇，18岁。谢谢，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呢，这个夜上海的晚会呢，非常非常的成功。大家开不开心啊？开心，开心。那么我向大家继续再开心，好不好？好。那么我预祝各位今年新春愉快，万事如意。那么后天呢，我准备到香港去上 TVB 的新年过年的节目。那么到时候呢，你们可以观赏我的节目，到时候也帮我打个分数，好不好？ OK， 谢谢。我会唱《苹果花》，王昭君，这两首高难度的歌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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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您，谢谢，生日快乐 ！Thank you so much。谢谢雅燕姐姐。今日咧，其实杨燕姐姐卖关上去等我哋超新星第三届决赛会再表演俾大家睇嘅。等你吃啊，等你吃啊。Happy birthday， 我 thank you。哇，终于看到。So the dance floor is open again， 大家亲爱嘅贵宾，我哋系未走嘅，系可以继续跳舞嘅。是的，我们现场的音乐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尽情在舞池当中秀出您的舞技，秀出您曼妙的身姿。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我们今天的百乐门，希望让我们能够为旧上海的百乐门重现辉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多谢你，多谢我哋嘅上海之夜。